哦呦，哎，这什么啊？五五五，果农老师，这是我亲戚。嘲笑别人，其实自己是个果农。无良家长砸我瓜摊，专毁田城，严惩造谣者，害死女农场主的木灰黑手，必须和田城一起从世界上消失。兄弟们，你们理解吗？理解，理解，理解，可不理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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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么表演？从来没见过，算是让我开了眼。我也不能理解，我不理解，你能理解吗？不理解。嗯。